第三十题，请问利用光线折射的镜片为哪一些？反射呢是弹回原介质，折射呢就是要穿过去，然后才有汇聚跟发散或者一些其他的现象。所以我们看到甲呢是弹回去是反射，乙呢也是弹回去是反射，那丙有穿过去呢是折射，那丁呢也是弹回去也是反射，那戊呢有穿过去呢是折射，所以丙跟戊呢是发生了光的折射的现象，所以利用了光线的折射。第三十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利用光线折射的镜片为哪一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丙、戊。